奥秘的神说话了，他将自己向人解开万古隐藏的痛苦，要在我们临终启示出来。快站在前人的肩膀，有智慧成前行，真理启示属灵亮光，还有生命的供应。三一神联调到人里，做大故事攀谈，和扩大的
禁止过河的人，象征主借由受禁把我们从败坏之地带出来。如今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在旧约里，挪亚过洪水来建房，渡过洪水来建房舟。那摩西是过红海来立帐幕，然后我们是受禁为着建造教会。后面又说，从前我们堕落到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使我们就变得老旧，所以要第二次过河来进入美地，就是至圣所，就是我们现在的灵里。总的来说，建造教会靠的是灵，是基督，而不是老旧的侍奉和规条。主要这里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是主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这个平哥大配拉车辆服饰是凭着基督还是规条呢？因为我自己是很爱开车的人，那我自己主修也是跟汽车有关，我是就读车辆工程系，所以认为在福音车的使用上应该要由我来负责，好像这对我来讲是一种规条，在服饰的过程有没有基督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藉由这篇的生命读经就让我重新蒙光照，并且审视这样的服饰到底能不能建造教会，因为唯有基督才能带进真实的建造。感谢主，所看见我们都是今日的希伯来人，是过河的人。求主使我不继续在旷野漂流，变得老旧，而是能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至圣所，凭基督来建造教会。是刘家弟兄，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借着基督代求经历基督的拯救。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所以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这里的拯救是拯救的全备，拯救的完成，拯救的完全，拯救到极点，拯救直到永远。我们不仅能经历基督的拯救，也能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案件。他
们显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蒙拯救，完全带进神永远的定旨。是最近开始爱世界，那就使我对主的胃口越来越低。那这样的情形持续大概三个月多，直到这礼拜考试的时候，因为考卷写不下去了，然后主就用罗德的故事来光照我，就立刻跟主悔改，求主赦免我。那当我悔改完的时候，我就发现主就用这一处经节来鼓励我，让我看见我今天能够走出这样的情形，走出这样的光景，不是因为我住弟兄之家，不是因为我怎么样，而是因为基督在天上为我代求，不是背后有许多的圣徒为我祷告，甚至基督不止拯救我，还借着他的话来供应我。当下我非常的感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主，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爱你。紧随先锋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成熟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若活在自己里面或抱持个人主义，就是不成熟。我们若一直想要圣洁属灵得胜，那也是不成熟。真正的成熟不仅是在我们灵里，更是活在教会生活里。教会生活乃是我们成熟的标记。往前去的最好方法就是忘掉一切，我们一旦忘掉一切，就能立即往前。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考虑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以往、我们的将来，却不可花一点功夫在往前的事上。这一篇说到几个实际可行的路。首先，我们分享基督所达到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他的同伙，且有份于他的受膏。要分享基督所达到的一切，路乃是借着信。借着信而宣告说：赞美主，我是他的同伙，我有这个地位和权力，有份于他的受膏。再来，我们需要竭力进入那存留之安息日的安息。今天这存留之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教会生活。我们不必太担心将来的国度，只要今天简单的进到教会生活里。感谢主，我们还需要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看见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长大的，需要借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叫他在我们里面生根，在我们里面长大，最终我们就不再吃婴孩的食物，而吃干粮，好享受那位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我要分享经历，实行的路看似很多点需要我们一一去达到，但在我的经历里却是同时进行的。阿们。我是一个时常软弱的人，每每都是在意外，在我所想不到中，主来光照。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借着不断看见跟主摔跤摔不赢，我只好到主面前向他承认，向他流泪。于是，在那里，我忘掉一切，忘掉我的过去，忘掉我的将来，只单单释放我的灵。很奇妙，他的丰富就在那里一下子涌出来。
我实在看见主自己在他一再的加强我的信心，在里面我满了喜乐，外面对他满是赞美。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希伯来书六章十五节，神的应许总不落空，但我们需要竭力奔跑赛程，盼望有份要来的国度时代。弟兄姊妹好，我是尹荣成弟兄。我想要分享希伯来书生命读经三十篇，不能毁坏的生命。更去圣经祭祀职分有上面的讲究，就是有人祭祀职分的这一面，君尊祭祀职分这一面，审慎祭祀职分这一面。特别我左弟兄说到亚伦的祭祀职分除去罪，君尊的祭祀职分把神带来做我们的恩典。为什么还需要有祭祀职分的第三面，就是审慎的祭祀职分。罪虽然过去了，但造成了严重的祸国，就是死，这死包括了虚空、败坏、叹气、毁坏等等。特别某种，宝贝在死里面有叹气，因为我可能在聚会中会有到叹气。会觉得太累，不是很无聊。而且我其实预备这生命笃信分享的时候，也有很多叹气。因为我中文很烂，所以要先读英文版的生命笃信，然后我要找这个纸是中文是叫什么，这个纸中文是叫什么，然后分享也要中文。看看，当然也是很难要分享的，然后所以我觉得都是很麻烦。阿妹，当我主弟兄自己说，越享受他的神圣的祭祀职分，就越少叹气。阿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我们要得胜，这时需要这个审慎的祭祀职分。阿们，我是宋成华弟兄，我要分享希伯来生命读经的第三十篇，主题是竭力前进，达到成熟。那引用的经节是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那我们经这个经典里就提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往前，一个是不再立根基。那前面他就讲到成熟是什么，其实就是若我们还在我们自己里面，抱持着个人的主义，就是不成熟。对，所以真正的成熟，不仅是在灵里，更是在教会生活里。那第一个就讲到往前，他说到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希伯来这卷书是接受这个本书的信徒，在他基督徒的生活中，他一直犹豫不决，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往前和退回。那这本书就是写给他们。那这个往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忘掉一切，一旦忘掉一切，就能够立即的往前。对，他举了一个好例子，在这个赛跑上的人，他们总是往。对着一个目标就往前冲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很提醒我，就是他说到我们常常会考虑环境或者是以往或将来，但却不肯花点时间在往前的事上。那第二个就立根基，他说到他举个例子，说到弟兄盖房子，他也立很好的根基，但受了打岔停下了，但是他又受激励又继续盖，那他需要重新立根基吗？在信息里他说他不用，若是他一直重新的立这根基是会满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
激励往前，又被复兴，又遇到了环境掉下来，又被激励。可是这时候我们常常是重新开始立根基，就是从也要重新悔改。但感谢主，读到这里我就知道要继续往前就好。那信息的后面就讲到说到这个，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存留之安息之日的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大成熟，就是在教会生活里简单的到宝座面前吃它喝它。那 我想分享一个经历，就是这一周在牧养小孩的过程中，常常就是想变多，就会常常要管那个管这个，然后这个服侍者就来找我，那就跟我说要恩典来牧养他们，然后我又把这件事情带到主面前，但是呢，过没多久又忍不住又管这个管那个，对，就是又一再的回到，但是信息就说到我们需要往前，不要看这个环境如何，对，就是带着小孩在活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前进而达到。
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成熟。这个就是说，我们从基督地上的职事转到基督天上的职事。有时候我们光景好像一直重复失败，然后我们会对自己觉得很失望，好像一直在认罪，觉得自己很差。但是不要失望，我们有一条路，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享受他的恩典。在旧约的帐幕里就有这一幅图画，对应的图画就是祭坛，它象征十字架是在外院子里，那平息盖就是新约里的施恩座或怜悯座，乃是在至圣所里，这就是也就是神说话的地方。如果我们一直环绕在同祭坛这里，我们就很难听见神的说话。在补充本诗歌也有一首也是讲到这个，就是415座，我们不再环绕十字架敬拜，因为我主因已不再敌，他已冲破了死亡捆绑，复活升天得荣耀，现今他从施恩宝座用他生命供应我。我的经历很多时候都只停留在十字架，但我们要往前，我们要前进，熟就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享受主的恩典。这也对应到我们最近进入的这个晨兴圣言，享受基督与在生命中长大至成熟。那我们若往前进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不仅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说话，我们也不再有罪的问题。罪是在我们的脚下，隐性在我们的脚下，软弱下沉失败在我们的脚下。因为在这个宝座上的基督是在三层天上，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而我们已经与他在同样的地位上。我们不是要弃绝十字架，但是我们不该徘徊在十字架，而要停留在施恩座。留住我们一直环绕在施恩的宝座，享受主做我们的恩典，被他充满，能够一直往前达到成熟。时间过得很快，下礼拜就是结业式了。有的学校呢，在12月月底就考完试了，所以呢，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是在像犹太的信徒一样，还在外面徘徊，还是我们已经借着大祭司的代求和服事，进到至圣所里，不断的享受施恩座呢？我们一同来看今天所印的纲要。那这个纲要呢，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竭力进入神在，少一个字，神在子里的说话，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那我在回顾这1到34篇的时候，这两个点特别的跳跃。第一个就是话，第二个就是大祭司。旁边来看，神在子里说话。希伯来书1章1节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声音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好，23节我们一起读。在幕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用他大能的话维持在者，并推动万有。在这里不仅说到他是神在子里的说话，约翰福音1章1节那里说到，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话就是基督，就是这里1章3节所说的。他不仅是说话的神，他还借着他的照耀把这个话说出来。他不仅是开口说话，他也是把这个话借着照耀向我们陈明出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神向着他这个希伯来圣信徒，他要到底要说的话，他带着什么样的负担？那在这里有第一重点的下面有7个点，就是这个这本书他要希伯来圣徒信徒往前的负担。那我念离开，那你就念过道，这样可以吗？好，我想离开律法，过道恩典；离开旧约，过道新约。离开旧约的仪式侍奉，过
不到今天的属灵实际，离开属地的，不到属天的，离开祭坛所在的外院子，不到神所在的至圣所，离开魂，不到灵，离开真理和生命的开端，不到在真理中生命的成熟。阿们。最后就说到，不仅信主的犹太人，当时这个著者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载着这样的负担。今天这些话也同样向着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若是在旧约的仪式里，我们是在律法里来侍奉神，那这句话 这本书是为我们写的。我们若是常在属地的光景里面，我们若是常在外院子侍奉殿而不是侍奉神，我们是藏在我们的魂里面，而不是藏在灵里面，来面对弟兄姊妹，面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我们就实在需要这个话。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后面所启示的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来背负我们，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往前。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话跟大祭司是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往前。你在魂里面吗？要往前。你还在律法里面纠结吗？要往前。好，第二种，当重点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话是蛮有能力的。在创造里他说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光就出来。神是在带着他的大能执行，神的权柄是带着他的大能得以执行，借着他的说话。甚至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他面对这个躺了38年的摊子，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38年的摊子在那一秒之内，他就站起来，拿着他的褥子走了。神执行他的医治的权柄，也是在他的说话里。那在我们看见神的话给我们三样东西，非常的宝贝。第一个，请弟兄读；第二，姊妹读；第三，一起读。带来光，光带来看见和意象，而意象赋予知识、智慧和发表的口才。神的话也带给我们生命，只要接受神的话，话带来生命，这生命就产生出爱和服从。阿们。神的话临到，也带来能力。我们的传讲活的话，自然就有。话带来光，这光就给我们智慧、知识和发表的口才。我们常常觉得说：“主啊，我常在生命的长大上，我常是软弱的，有些事情我扶不来。有的时候，主在我里面感动，要我这么做，要我顺服，但我扶不下来。没有问题，神的话带来生命的供应，像我们能够爱我们所不能爱的圣徒，爱我们所不能爱的人，甚至能够顺服。”在我们里面高油的图，然后最后神的话也带来能力。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当神的话扩展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在你的校园扩展起来了吗？这个是不是到底有多少同学听过你传讲神的话，听过我们的传讲？就我很讶异，有一位亲子，有一位亲子的同伴，他说他在淡江4年。完全没有听过弟兄姊妹向他传过福音，我就非常的压力，因为淡江的弟兄姊妹之家是非常的，在传福音上非常的强，可竟然还是漏掉了有一个弟兄，他竟然在大学没有听见主的话，他是到在职的时候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因为人对你的拒绝而灰心，因为总有人在那里等待着你，要把神的话供应给你。这里说到这个话一扩展起来。门徒的数目，这里还不是说信徒，这里说的是跟随主的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就兴起来，就多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话不能少，这个我们的话的追求不能少，主在我们里面的说话该是丰富的。那今天我们到底读主的话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及时的供应呢？我们里面多少有 logos 的话储存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它能够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流出，成为我们的精力，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还
都是还没有这个学期啊，这个还没有读完新约圣经一遍，要赶快加紧脚步。那这个寒假呢，跟主许个心愿，主啊，这个寒假我要把新约读一遍。好，阿门。好，那这第四终点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对我们该是活的、有能力的，锋利到一个地步，足以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剖开并辨明。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利剑，更锋利，能以自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生命读经里面就说到，这个当我们在那里读主的话的时候，的确这神的话进来把我们里面分开了，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清清楚楚。但是啊，我们的魂就好像捕蝇纸一样，是有粘性的，容易粘住我们的灵。因此我们需要主活的话来刺入口开。许多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的灵就响应，但是我们的魂同时也有反应，我们的心思有反应，我们的情感放不下，不甘愿，不舒服，就在那边纠结纠葛。而有这种反应呢，我们就需要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活的话，我们来刺入口开，叫我的灵能够跟魂分开。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在为着我的前面的道路往前的时候，这我记得是大四，那时候里面非常的纷乱，到底是要往左还是往右。可是当我在那边打读一处圣经节的时候，那个话就像刀一样的切过去，里面我的情感好像，里面我的情感觉得我要往右，可是我的灵里就很明确的说要往左，然后我里面就很喜乐要往左，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我，这里面非常的喜乐，就是这个纠葛的感觉被切开了。在我这个2003年要在犹豫要住在宿舍里头，或是要还是要住到弟兄之家里面，而需要这个违约。交违约金的时候，这个不是我的弟兄就说一句话，我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我为何人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哇，当他在那边说这句话，一面来讲非常严厉，但另一面就像那一把利刃一样刺入口开，里面就非常清楚，搬进弟兄之家。在我2005年要这个当选上这个学校的希望爱社社长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犹豫，我到底要进入教会生活里头好好的学习操练，还是我要继续留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有发展有服事呢？而这一天晚上我就祷告，然后主就给我哈该书2:9的话，他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当这句话一出来。请问我懂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根本不懂这句话在讲什么。你想想看，我是刚从公会转来的，我什么生命读经都没有，没有读太多。当然我还没有读到哈开书的生命读经，所以连解开的话我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背景都没有。但这句话一出来，我里面非常的清楚，我要离开基督教，然后转到地方召回来过这个召的主。要照着这个新约的词次来过教会生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的话是活有功效。当然，这要感谢我爸妈，从小在我每天吃晚餐以后，都会陪我读一张圣经。那我相信这样 logos 的话，在我寻求人生的转弯口的时候，它就成为我的里面及时的说话。好，那我们来到翻面到第二大点。这边说到，我们需要基督超越亚伦的祭司职分。时间的关系，感谢主，这个亚伦的祭司职分呢、是有限。不仅如此，他的年日有限，他是他的生命会结束，并且呢，他需要为他自己的罪献上祭物，而且呢，他的职事祭司职分呢，最多就是在人性里面这个有份于基督地上的祭上的。但是感谢主，这位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那在第二重点那里是照着希伯来书7章，
那里给我们启示到这位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第三节无族谱，无时日之始，也无生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是永久为祭司的。所以因着他有这样永远的这个他这个麦基洗德呢，预表了基督，他是这一个死而复活升天的大祭司，他是在不仅他有人性，他也在他的复活里，在神性里面能够为我们长远的代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因着他是照着那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做成了祭司，所以凡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个到底那里有个注解非常宝贝，那个到底就是拯救到完全，拯救的完整，拯救的全备，拯救到极点，拯救直到永远。啊，何等的喜乐！能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人生的大小事，把我们心中思想的任何的思想，我们的情感里面任何一点感觉，我们里面的各种的决定，都能够带到这个大祭司这里，他能够体恤我们，同情我们的软弱。好们，他受了试诱，只是没有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在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那这个施恩座今天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儿童班特别，我们很多先行知识啊，我们读了很多圣经，读了很多书报，可能不一定有完全的读，但至少有点概念，然后也听一些教会的长辈说过这些话那些话，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知识，所以当我们遇到为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就是大概就这样子，所以神一定是这样讲，那位弟兄一定这样交通，那位姊妹一定这样说我，所以我不交通，所以我也不去读了，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太多先行知识了，反而拦住我们来到这位亲切的、爱我们的、要服侍、要供应我们、要服侍我们，甚至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他甚至他都能够做罪人的朋友，他难道不能听你说你的光景？他难道不能服侍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最能服侍我，他是最能安慰我。即便你跟弟兄姊妹难以启齿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怎么跟弟兄姊妹讲，你觉得太怪了、太尴尬了，但这位主他不尴尬，这位主他乐意要来服侍，这位主他乐意要来听，他是长远活着为你代求的一位。最近我也很忙，这段画光照，当我这个。接触了很多弟兄姊妹，有各种年龄层，那所以弟兄姊妹的情形，各种各样的情形就常常跑到我的心思里面，我常受搅扰，我主啊，怎么会这样？然后有时候会觉得我想要做什么，要去改一改，要做什么让那个局面改变，或让这个人心思转变之类的。但是主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恩信啊，你为他祷告了？”那你我说有啊，有祷告。那你为他祷告多少次？因为他祷告多久？你是怎么为他祷告？所以我就里面非常蒙光照，主啊，感谢你，你是我的榜样，主啊，我需要你的代求，我需要你的供应，使我能够有份于你的代求，是我的代求就是你的代求，是我的代求是你的代求的事宜，使我能够由你而来的生命的度量。然后去有份于在天上代求的慈事。好，最后第四小点就是第二中点第四小点，我们一起，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案件，他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蒙拯救，并完全可以拜见神永远的应许。阿们。好，最后有一个负担，就是当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带着饼和酒来供应这个杀败诸王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弟兄说到，他相信，我也相信，在他去征战的时候，麦基洗德在为他祷告。
甚至亚伯拉罕他在征战以前，他就向神举手。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有我不知道这边应该没有住弟兄姊妹之家，有吗？住在外面住宿舍没有？好，那我相信你们心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有或是这个小羊们，你们希望他能够入住弟兄姊妹之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祷告，我们把他们挂在我们的心上。最近跟这个一个大弟兄姊妹，我们就列名单，你渴望在这个今年要带他得救的列下来。你渴望他要这个恢复规律的享受你的话，恢复享受主的话，和过正常朝会生活的写下来。你渴有负担要盼望他能够住住弟兄姊妹之家的写下来。好，那就借着我们的这个祷告小组跟这个校友的守望，就常在主的面前提。那我也跟着弟兄姊妹一起的操练，那甚至也跟这个负责弟兄们和关心家们有这个祷告小组，就把这些名字提名到主的面前。那我觉得这样的操练，第一个叫我蒙拯救，叫我能够实际的能够摸着，能够享受这位属天的超越的这个超特的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的代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放弃祷告，尽管情形很难，要继续祷告，到祷告到主成就。哈利路亚。Life. We are in Him, and life He is in us.
It also implies light. We and he have been mingled, belong organically to become one in life. As here, the other question, how to experience the mingled spirit? We can see the title. Faith. Yeah. We can experience the mingled spirit by faith. The most crucial part, just like I tell you, I ask you, the most inner part of our human being is our spirit. Amen. Many times our fellowship and contact with the Satan help us to realize that we are still in our flesh and our soul, our mind, emotion, and will. The book of 1 Corinthians reveals three kinds of person. The fleshly man, the soulish man, the soulish man, and the spiritual man. Yeah. Here is an example. If we lose our temper, we know that it is in the flesh. If we are so logically and philosophical, we know that it's in the soul. When we are not in the soul, we know that. But when we are in the spirit, we do not know it. So that's why. Because we are not living, we are not used to trust. So we must learn to trust in our feeling. Whether it is better to believe more. We also have the Lord Jesus as the life-giving spirit in our spirit. And the two spirits are one. We cannot analyze this. We can only believe it. We simply must do our duty to live and move and do things and act. So now we can have some prayer. Oh Lord Jesus, we have mingled spirit. We have mingled spirit. And we are one spirit with the Lord. And we are one spirit with the Lord. Oh Lord Jesus. Oh Lord Jesus. We're not in the flesh. We are not in the flesh. Not in the soul. Not in the soul. We are in the spirit. We are in the spirit. Then we turn into the spirit. Then we turn into the spirit. And use the faith. And use the faith. To experience the mingled spirit. To experience the mingled spirit. So it's almost in the Bible. You can have the time. Oh, yeah, that's not in the Let's go. The practice of calling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There are three tips.
Christians say about knowing the Lord, we can receive the Spirit. It is the base and easiest way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 Spirit has already been poured out. So what we should do is just simply receive Him by calling on the Lord anytime, anywhere. Sorrow and pain. Lord can rescue me from many negative things. If I want to be delivered from such things, I need to call on the Lord. Amen. In the end, we can have some short prayer. You can repeat after me. Oh Lord Jesus. Oh Lord Jesu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the meaning of calling on the Lord.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know the meaning of calling on the Lord. I'm willing to practice calling on you. I'm willing to practice calling on you. In my everyday life to enjoy your riches. In my everyday life to enjoy your riches. Ame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Call
望主名可以眺望我们自己。眺望这个词比较少见，我们可以一起练一次，叫做 to stir up。To stir up。To stir up。第二章就是讲到心想家跟经济学家，他们要怎么样去寻找到耶稣。那第三章说到耶稣受浸，三件事情。那在受浸之后，到第四章，主要准备要进他的职事之前，他需要先受试验，证明他是合不合资格可以做诸天的国的王。所以第四章就说到这个试验。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如果大家读过这边的经文，就知道，这边其实有三个试用。那其实这三个试用，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生活有关，就是这个魔鬼，就是说，请他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饼。因为主耶稣已经禁食了一阵子，禁食了40昼40夜，他饿了。那这个是我们的需求。那我们可能觉得这时候行个神迹好像没有问题。对，但是在这边有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主耶稣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击败这个魔鬼。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四章这个三节到四节是第一项的试验。那主耶稣这个魔鬼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要引诱主耶稣从这个人的地位出来，出到这个神的地位。那第二个试就是四章的6到7节，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就是想要主耶稣显一个神迹。那这里是主要是跟宗教有关。那第三个这个试就是8到9节，是说要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就都给主。那就是说到这个虚荣的这个试就。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明白。这个1节到11节的三个试验是什么？那接着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怎么胜过这个试验。那我们看到第一个试验，主耶稣就是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面对魔鬼试验，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那接着魔鬼就很狡猾，他用圣经的话试验主耶稣。他说：“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等等，但主耶稣又用圣经的话，就是又说是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有时候魔鬼也是讲话用经上的话来试验我们，我们有时候就要记得经上又记着，经上又怎么说。那第三个试验是把这个虚荣荣耀说要赐给主耶稣，如果主耶稣拜他的话，那。主耶稣这里也是用经上话，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里，主耶稣的回答也说，当拜主你的神，也说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主他要为了要进这个诸天之国的职事，他必须站在人的地位上去击败这个魔鬼。所以我们在带这个小羊读这里之前，我们要先让他知道这里有三个试验。那这三个试验分别跟哪三方面有关？第一个是跟我们的生活，第二个跟宗教有关，第三个跟虚荣有关。那当我们跟他说这三个试验是什么之后，要跟他们说主耶稣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试验，他怎么面对这个魔鬼的话，就是用经上的话来回应。对，那当这三个试验我们都知道了，最后可以讲一点的结论。
就是说这个像下面结论的第一点就说到这个侍用，他侍用主耶稣要离他离开人的地位，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但主耶稣他回答都说人，指明他是在人的地位上对付仇敌。那第二点就说到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进食四十肉是间很饿啊，这应该是我们就是我们的权利等等。第二点就说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挂虑。对，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鼓励这个牧养的对象。就保罗说到，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去富余，饱足饥饿，在这样世上都学的秘诀。那第三点就说到，他会在不止在生活事，也在宗教的事上，想要试诱我们，想要引诱我们，这个需要行一些神迹啊，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继续下去。就试诱我们，宗教观念总是想要神迹，然后我们是信徒，我们是运用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受魔鬼的试诱。那第三个是属世的荣耀，可能跟地位啊也行，跟我们在考试，我们这个成绩等等，但是我们都需要胜过这些试诱，叫我们能够跟随我们属天的这个王。我们那接下来到九点，我们就可以跟上次一样，我们可以彼此练习。那我们可以先读彼此读马太的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提醒一件事，你就是李立翁说到聚会的四个角，就像桌子有四个角，这四个要件，要件就是话、灵、唱、祷。那会这里没有唱，但至少要注意话和灵，就是要鼓励大对方多开口，或是用会说的方式，或是用导读的方式，或是用祷告，再把这些话再带到主面前的方式。总之就是用这样的机会让对方。或是你更多的祷告，用跟这些话条的接触组。好，没。那我们就可以请第二组的这个弟兄姊妹可以下到，可以进去这个组里面。好，没。下就是进到。好，没。那我们就可以把握时间，我们剩下做十分钟。那如果上周没有分到组的，可以找记者帮你们安排。
们的牧养人权先停到这边，那我们大家可以回到原本的座位。阿妹，阿妹，好，各位姊妹，我们可以先聊聊，有点祷告，将我们刚刚所操练的带到我们的祷告里面。阿妹。那就有这样的聚会，就可以邀约更多的福音朋友或是久不聚会的小羊回到我们的聚集里面，使他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Amen。大家看到这个家聚会跟家聚会出访的部分。Amen。那已过一周，出访的人还是没有特别的多。那也我们也，并且我们也有几个学校陆续要开始期末，生活也要越来越忙碌了。Amen。所以我们越来越忙碌，那我们的小羊们也同样越来越忙碌。Amen。所以是他们最需要我们。最希望我们来去牧养的时候，所以盼望我们还是你在这样期末的生活里，能够愿意分别一点时间去探望，并且能够带着我们的同伴们一起去，那我们同伴一起去牧养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这个在这个配搭能够补上我们的不足，然后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就先我们就能够先跟配搭先彼此的牧养。好嘞。还有福音书房。哦，阿门。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出访，就看到首先我们各区的人数可能都比较偏少。那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传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要对主有享受。Amen。 除了我们日常的诚心之外，我们也能够跟我们的狐狸伴一同追求书报。Amen。 那如果觉得传福音很单独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拉着狐狸伴一同传福音。Amen。 那我们都成为主永德的管道，把这福音传给我们的同学。Amen。 Amen。 好，下一页。那再来是我们的期末福音员，再来是我们三个地方分别的报名的数字，现在报名数字在上面，北部有27人，中部30人，南部有41人，感谢主。那我们的福音朋友总共也开始有点的报名这样子。那盼望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可以再加强我们的邀约，也为我们的名单有更多的代祷，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再开始我们的邀约。好，那就是期末福音员的总管，然后跟大家出单，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们，在各区的福音员邀请卡都已经出来了，阿门。在这一周将这个邀请卡发给我们的同学、福音友及小杨。是。但是我们如果只有发这个邀请卡，他们可能看着上面都不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他们可能一眼懵，所以我们需要告诉这个福音朋友还有小杨，我们这个福音员的内容，我们用一些文字来说明。好，那我现在传一段文字在大群组上，弟兄们可以这个，弟兄姊妹们可以这个当做参考。好，我们可以简单说明这个福音员的行程，还有聚会的内容，让福音朋友及小杨知道我们这个福音员在做什么。好，可以邀约他们。第二点报告，弟兄姊妹们是否邀约名单不够呢？那我相信各个校园牌都有许多稳定来的。
的福音朋友，他们就是我们要约的名单。我们可以抓住剩下几次的校园牌，将各场次的福音员邀请卡邀给他们，并邀约鼓励他们参加我们要来的福音员。好，那大家就还可以再继续报名邀约。好，再来是我们的冬季现场训练，那日期就是接在期末复员之后，是在高雄举办，是日期是1月16号到19号。那目前报名人数总共有34人，就鼓励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一同有份于这个现场训练的收获。好，阿门，阿门。那再来是提醒，要来应届的毕业生们，我们在12月23号有这个毕业生香调交流，对，记得是12月23号，就是周六。我们在自由路会所，并且我们也会，并且我们下午也会有些外出的香调，就盼望这样子的香调和交通能够定准我们毕业之后的道路。哦，提醒一下，就是这个香调交通是大三跟大四都可以参加的。OK， 好，再来就是12月31号的主日聚会，那一个因为可能有些需要出去跨年行程。那这边就特别提醒，就是希望12月31号的主日聚会，我们仍然能够一同有份，帮我们在各校跨年行程能够将这个主日聚会带到这个我们行程里面。阿妹，那也提醒大家务必提前邀约，然后鼓励小杨参加当日的主日聚会，或是夜间播评。阿妹，阿妹，阿妹，那各师兄还有需要报告的吗？会后的时候，招聚福音园北部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后要交通，那就可以在这一侧啊，在这一侧交通，然后可以一边吃点心。那也请弟兄姊妹们在会后的时候可以上这个恢复场地，个人就把自己所坐的那一张椅子收回去。那坐在这边弟兄们就先不用走，我们在这边需要交通。那个，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三个场次，就是这是福音员，这叫什么福音嘛，所以我们都有福音聚会。那因为有些我们小羊兄们，我们不一定可以参加完整的行程，所以我们之后会把一个就是这种福音聚会的邀请卡传出来。那如果小羊没办法参加全场，也可以邀请他参加福音聚会，就是那一张就是福音聚会的在邀请卡。然后补充了刚刚那个总统大学那个范例是中部场的行程，那我们之后会把三个场次的文案都弄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用那个去邀约。就是那个福音员的邀约哈，刚刚有说到那个卡片会做一个是纯聚会的，那特别提醒像这个现在是一年级的弟兄姊妹，你跟你的高中同学不至于过了一个。所以他们都可能会回去，他们就是你们也可以邀约的对象。啊，不仅在高雄这里的小孩子，回去之后你的高中同学、好朋友，你也可以邀请他们。而且跟这边的弟兄们，帮我把椅子围着那个桌子摆一圈。